个惊喜在。什么叫惊喜呢？惊喜是对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有一件可以值得回味一辈子的礼物出现。这个礼物在今天对你而言有着最动听的名字，叫做弟弟。你的弟弟特地从部队赶回来参加他最爱的姐姐的婚礼，所以我觉得下一份掌声更响一点。我要把王阳请过来，弟弟过来吧。也可以，玫瑰百花比较合是还在新疆执行啊军事演习，他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啊，我希望你守护好保护好他，就像我守护祖国一样，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他，以后啊娘家永远是你的港湾，我跟爸妈永远爱你，就让我用我的军人最高的礼节啊，进入你们今天最幸福的时刻。